They do have a timeout. Decide not to use it. Curry, way downtown. Bang! James catches, puts up a three. Won't go. Rebound, Bosch. Back out to Allen. His three-pointer. Bang! Time. Bird's the man they want to have it. Yes, indeed. Bird for three. Yes! Larry Bird for three with 4 seconds to go. What can you say about Larry Bird? Three-point!三分球是现代篮球中非常重要的武器，今天的主角就是以三分能力而闻名遐迩的球员，号称亚洲第一小前锋朱芳雨。实际上国内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小前锋球员，吉林的东北虎王孙军，大家都很熟悉的小李飞刀李萌，外援能做的动作他全都能做的中国乔丹胡卫东，以及本土外援丁彦雨航等等。朱芳雨国际比赛的表现和前辈们相比存在一些差距，但也许是因为在联赛中孤傲群雄的成绩，那个能文能武的猪种盘旋在亚马逊河流域上空的恶魔才那么让人记忆犹新。1983年小巷，迎着冬日暖阳，小小猪登场，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球场，防守有模有样，进攻无人能挡，冒过勾手老大爷，抢过矮壮篮板怪，才初露锋芒，一试柳州野球王。于是98年9月，天气晴朗，鸟语花香，小小猪将天赋带到了广西男篮，开始职业生涯。广西的篮球水平并不发达，事实上为了在全运会上拿分，男篮队员们一度改打曲棍球，迫于无奈，小猪只能选择出走。99年正式成为广东宏远的一员，菜鸟赛季场均 2.1 分 1.2 个篮板。两年后 ,19 岁的朱芳雨就如同超新星爆炸一般，数据窜升到 23.8 分 6.7 个篮板。04-05赛季全明星三分大赛，朱芳雨以前无古人暂无来者的25分蝉联冠军，并且在总决赛上带领广东宏远大战江苏。当年的这轮系列赛至今令人津津乐道，那是 CBA 历史上唯一一次决胜局，一场属于宏远最酣畅淋漓的绝地求生，由主教练兼球员胡卫东以及主力球员唐振东、胡雪峰带领的江苏南钢，曾在常规赛打出过20连胜，是夺冠大热，并且在决胜局全场还剩9分50秒时，胡雪峰的抢断得分帮助江苏领先到16分。此时宏远阵中王世鹏、李群已经身背四次犯规，全队进攻便秘，主场观众的音浪如同黑云压城，所有人都觉得江苏已经稳了。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跑到厕所去丢个大包，那么回来以后你肯定会觉得自己掉进了平行时空里，因为在接下来的三分钟，宏远众将犹如脱缰的野马放开了手脚，李群率先命中三分，朱芳雨跟上，三分线外一箭三连，呸，三分线外两次命中，随后又用两次突破取得分数，连得十分，率队打出16-0的攻击波，分差瞬间蒸发。随后的时间里，江苏队员们再也找不回节奏，宏远则一鼓作气将比赛拿下，小猪第一次荣膺总决赛 MVP。那已经是南钢最好的一年，是生涯暮年的胡卫东距离总冠军最最最最近的一年，却还是败给了巅峰宏远。而这场逆天改命的比赛似乎也改变了两队的命运，江苏队再没打进过总决赛，并在2015年转让结束了南钢时代。宏远则高举大旗，连续11年打进总决赛，豪夺八冠。朱芳雨在此期间获得两次常规赛 MVP， 四次 FMVP， 可谓制霸全国。有的人在联赛呼风唤雨，到了国际赛场却连界外球都发不好，但朱芳雨国际比赛也绝不拉垮。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朱芳雨基本坐稳着中国男篮主力三号位的位置。06年世锦赛小组收官之战对阵斯洛文尼亚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70-74落后四分，此时场上的计时器出现了故障，调整后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只有3秒。同样的黑云压城，站在悬崖边上的中国队通过边线球战术，双掩护给到右侧45度猪八 catch and shoot 漂移后仰命中三分，后一回合姚明命中勾手追平比分，这两个关键球也是王七最后绝杀剧本的关键之一。王世鹏出手球进了，球进了，王世鹏击败了斯洛文尼亚，中国队出线了。08年北京奥运会首战对阵美国，朱八在外线三投三中，其中单打美国朱芳雨命中华丽的侧步三分引爆全场，对阵西班牙全队更是状态爆表，
老朱在几次关键时刻开炮，最终全场命中5记3分球。可惜中国队加时失败，看着少年们眼中的无奈与不服，热血涌上心头。我们一度以为那是中国篮球崛起的号角。至此，朱芳雨已经在世界舞台上证明了自己。但偏偏有人不服。2010年对阵巴西的热身赛，张庆鹏遭遇暴力掩护，却没有裁判理会，邓华德怒摔技术台，一瞬间赛场火药味十足。比赛重新开始后，双方身体接触越发激烈，中方球员且战且退，气氛已烘托到位。朱巴与对手14号来了一场 solo， 随时 battle， 实则碾压。朱芳雨充分体现了拳王应有的冷静与睿智，在动作指导令狐冲的隔空指点下疯狂进攻，左勾拳，右勾拳。太史提西拳法如雨，一套 combo 连击给对手来了个全身马杀鸡，将他从边线一路贬到了中圈。彼时的朱芳雨风华正茂，用双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一拳又一拳拿下金腰带。18年职业生涯，朱芳雨坚守一城，13次全明星，2次常规赛 MVP， 4次 FMVP， CBA 本土三分王，首位万分先生。无论团队荣誉还是个人荣誉，老朱确实是当前的 CBA 历史第一人。立足于防守，进攻不占球权，效率奇高，技术动作行云流水，跑位接球，转身屈膝，起跳出手，球进庆祝，一气呵成。总的来说，朱总打起球来朴实无华，但很有用。年轻时飞天遁地，成熟期极品三 D， 球风平平无奇，打架怼天怼地。2米01的个头，100公斤的体重，虽然翻遍全网没有找到其他身体数据，但从录像中可以看出早年不错的弹跳，加上强壮的上肢。综合起来，静态天赋十分优秀，但是体重这一点已经打绝大部分锋线球员，甚至不输给 NBA 球员。老朱并不是男篮历史上表现最好的小前锋，但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21世纪初的中国队有着世界一流内线的牵制，外线受到的防守照顾比较少，出现机会时也都能稳稳命中。但你要是觉得朱芳雨打球也像打拳一样有进无退，那就错了。防守端依靠不俗的身体条件和协防意识，朱芳雨在国家队揽下了最艰巨的锋线防守任务。2008奥运对阵西班牙屡次成功的顶防，轮换防守中的抢断，都为中国队创造了不少快攻机会。最后说说不足，身为校队中锋，对抗下的控球是朱芳雨最大弱点。当年我们一直在寻找给姚明传球的人，本质上来说，我们找的不是传球人，而是运球人，是一位能把球安稳运过半场策动进攻的人，所以我们才如此期盼陈江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锋线球员持球能力不足，导致球队的持球选择太少，很容易就被针对性的全场紧逼。2006-07那几年，因为易建联的关系，有不少 NBA 球探来到宏远现场看球，也几次传出有球队给朱芳雨开出了10天短合同，正值巅峰的他却都一一拒绝了。很多球迷觉得可惜，现在回头看，老朱的团队做出了更踏实的选择，因为在面对 NBA 级别的锋线时，老朱的身体和投射优势荡然无存，防守脚步也难以跟上顶级锋位摇摆人。而且从合同来说，10天的兼职对球队而言只是试用一下员工而已，说不定还能带来强大的市场效应，但对大洋彼岸的朱芳雨来说，可能会丢掉一整个赛季。2017年6月18日，朱芳雨宣布退役，担任宏远俱乐部总经理，8号球衣从此悬挂在东风日产文体中心上空。宏远传奇宝剑入鞘，朱芳雨的球员生涯足够完美。做出这个决定时，他是 CBA 多项历史记录的保持者，也希望前辈的激流勇退能够激励年轻一代的奋进。就如同他微博所说，下个我上，我们也期盼着下个你能快点上，记录什么的无所谓，因为